有一种书只读给自己听，有一种比赛只打给自己看。记得以前学画画时，初读三毛这本《雨季不再来》，心里那份静静的欣喜，像是遇到了镜子中的自己。坐在田埂上，放好了画架，极目四望，四周除了一片茫茫的稻田和远山之外，再也看不到什么了。面对空白的画布，我画不出一笔东西来，只呆呆地坐着，听着四周的风声，他们在我耳边唱着，我从何处来，没有人知道。我去的地方，人人都要去。当时读三毛的这本《雨季不再来》的这本书的时候，我觉得最大的感触就是，他也学画画，然后跟我童年的一些经历也特别的相似。反正我知道是3岁的时候我就喜欢画画，不喜欢去幼儿园。那个时候家长去上班的话，就是门一锁，我从早上画到他们中午下班，然后他们下午再去上班，我再画到他们下午下班。记得小学中学的时候，我画的画，同学们会来讨画，就说哎呀这个画，能不能帮我画一幅，或者能不能帮我画一个雅典娜呀。然后画完了之后，我等你以后成了画家有名的时候，我收藏着，我就可以拿出来了。就是经常会被别人讨画，其实我觉得就很有成就感。在那个暑假发生太多事情了，首先是这个艺术院校没有考上，再就是另外一点，我也开始去检讨，那我是不是对于画画的这个天赋确实没有那么好。就是也是机缘巧合，跟我爸开始学打台球。我那个时候几乎每天都要练球，逃都逃不掉的，比上学还要严苛。打吊针他不允许我打右手，因为打右手打完了之后我就没有办法练球了，所以我打针都是打左手，打到我的左手已经没有地方可以插针了。回到球馆，我爸说啊，回来了，那边给你留了一张球台，赶紧去练吧。所以97年那是我参加的第一个全国比赛，去到之后我是年龄最小，打球时间最短，而且唯一一个不是专业的教练带出来的，是我爸带出来的。所有人都觉得这个都是土路子出来的，然后其他的女生背的装备都特别的专业，自带的巧克，然后穿的马甲特别专业。我当时看到那些女生背着这种球杆出来的时候，我都震惊了。我在想我怎么跟他们打，我就一支球杆，还是别人送的。但是没想到我第一次参赛，然后也没有任何包袱跟压力，就拿了全国冠军。从那之后，我爸就给我定了一个目标，就是这个就是你的事业，你就是往这条路走下去。离复活节假期还有半个月，全宿舍正在为期中考念得昏天暗地。这宿舍是一年交一次成绩单的，不及格下学年马上搬出去。再潇洒的女孩在这个时候也神气不起来了，吃饭见面时就是一副忧忧愁愁的样子，三句不离考试，空气无形中被弄得紧张得要命，时间又过得慢，怎么催急她也不过去。我觉得从童年到我打球的这段青春期，我觉得就完全是枯燥的反复的练习同样的东西，是没有回忆的，
回忆的就是哦，我打了什么比赛，拿了什么成绩，除了台球就是台球。2009年拿了4个亚军，没有人会留意说亚军一直都是你，所以在那个阶段是很失落，很失落，就很受伤，就觉得被全世界抛弃的感觉。所以我在亚运会集训的时候，我也更苦地要求我自己，我就想说，这是亚运会，这有可能是我打的最后一个比赛，我如果这个比赛打不出来，我有可能会退役。你是世界冠军，你拿过哪些成绩，你有什么光环，这些通通忘掉。所以打到最后的时候就整个爆发了。哭了，对于我来说，更多的也是没有想到我会在这样的情况下再重新打回来。我觉得也算是对我的职业生涯救了一命。也是因为2010年的这一次放手一搏，让我觉得我对台球，对我的台球职业生涯有了重新的一个规划。过去的我无论是如何沉迷，但起码他是一个真诚的人，他不完事，他失落之后也尚知道追求，而不希望他什么都不去思想，也不提出问题。我以前说实话，我觉得我是一个特别不爱学习的人，更主要的是接受一些新鲜的事物，我会比较抵触。那我在专心打球的那十几年的时候，我是完全不会理会台球以外的事情。我现在越来越发现读书的重要性和乐趣，特别是你真的是在默默地看完一本书，和你很认真地把它朗读下来的这种感悟是完全不一样的。那现在我开始检讨，去学习自己一直想要学习的，尝试自己一直没有勇气尝试的，或者是失去的一些东西，想要把它不留遗憾的弥补回来。喜欢上了赛车，赛道里这种飙速度的，对于专注度的要求，觉得跟台球很像。小就特别喜欢功夫，打拳的时候把所有的力量集中到一个点，我就可以把我开球那一瞬间的爆发力给领悟出来，然后运用上。我的理解就是，人生最美好的时光永远是当下。如果现在让我重新穿越到这个1997年的话，我不会变的。我不会为我做过的事情去想第二条退路。也有人问过我，三毛和二毛你究竟偏爱哪一个？我想他是一个人，没法说怎么去偏心，毕竟这是一只幼苗，长大了以后出了几片青绿，而没有幼苗如何有今天这一点点喜乐和安详。